欢迎的这位巨星是谁呢？我要听到你们的尖叫声！让我们欢迎许富鹏！谢谢大家，下午好。先唱歌好了，带来的一首带来叫做《明就退》，那希望大家给我比个爱心好吗？谢谢你们，好，麻烦老师明就退。全场的尖叫声在哪里？快用你们的尖叫声把这个台风赶走好吗？所以呢，赶快来唱歌好了。第二首歌呢，这一首歌是我今天
啊，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演唱完整版的，就是我最近帮一个电影《我和我的赛车老爸》唱的一首主题曲，叫做《南风》。啊，我希望用这一首歌告诉大家，如果你们是在外面读书、外面工作，或是住在外面的朋友，可以每天打一通电话回去给自己的家人，跟他们问个好、聊个天。那如果想家的朋友，就回家一趟，带来了这一首《南风》送给大家。啊，好紧张哦，第一次唱。要多喝水，太阳出来了。是我跟喜乐果汁机一起合作的《你的心中明白》，送给你们，谢谢。
想试试这条歌的歌词几分像你，不知道是伤心也是酒醉，左右我的心思离不开你，你的几段感情来来去去，追求的是自由也是空虚，那无爱哪通讲出嘴，因为伤心的人就会受认真。清唱给大家听，嗯，那我想说今天跟这首歌跟我们的主题非常的搭，大家希望找到你，没错，其实就是在讲父子关系、亲情关系，对，或者是我们家里面其实都有我们的长辈，没错，然后就是跟他们之间的互动啦，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长长久久，对不对？我要讲一个事情，不要嫌老人家烦，因为呢有他们在才会有现在的我们，真的，对，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孝顺很重要，请大家一定要孝顺，没错，真的。其实呢以前每一次真的是在你越长大的时候，像特别是我必须要说南风这首歌曲在播的时候，因为我自己也是北漂的小孩，我是南部的孩子，这首歌真的很好
好哭哎！我在节目里头就说，这是一首听了会让你马上想回家的作品，谢谢，对不对？是。而且呢，每一次在特别是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你会去回想以前年轻的时候对爸爸妈妈有多么的坏。多么的没有耐心，对，长辈是没有了，没有耐心是没有耐心是真的，所以真的呢，在跟长辈互动的时候啊，或者是在跟父母互动的时候，多一些些同理啊，多一些些耐心，其实很重要。我到现在其实对我妈还是不太会有耐心，我觉得这真的是正常，自己人真的很难。可是对我来讲，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生活上的一种相处，对，只要不要殴打。妈妈或爸爸，我觉得小小的争吵或者是斗嘴，我觉得是很 OK 的。吵完架之后就跟妈妈说，虽然你不认同我，我也不认同你，但我还是爱你。就跪下来跟妈妈说对不起。妈不能跪啊！非常的可爱。我们可以知道傅凯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，然后呢再把他的感情投注在歌曲当中，希望能够让这股力量可以渲染更多，让大家更能够去理解，其实情感是维系我们人跟人之间最重要的一个东西。我们给伊巴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当个主持人不容易。你是觉得我这掰的厉害？不是掰，没有，我发现你是绝对是发自内心的。我觉得当个主持人不容易，尤其又是这样子的议题，对，所以非常的辛苦，也给我们 Power Radio 所有的员工，对，大家都辛苦。而且你知道今天呢，现场好多好多这些粉丝，他们好早就来了，因为他们我们才有现在的天气，也给你们一些热情的掌声吧，恭喜！哇，你知道原本天气其实是从很担心开始会下雨，然后到开始很热很热，是，他们都没有动，他们都在那边。这个活动预计到几点？4点，四点，好吧，那你6点再来好不好？对对对，期待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圆满结束，圆满落幕。是，而且呢，我们知道呢，傅凯的演唱功力是毋庸置疑的啦。谢谢。那我也知道现场有好多很喜欢你的姐姐粉丝们，在跟这些粉丝们互动，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？对我来讲，因为有这一些姐姐们，我觉得反而。多了几分，我很谢谢他们用他们的行动来支持我的歌声，而我用我的歌声可以陪伴他们，陪伴他们，对，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事情，对，那对我来讲，如果身为歌手的声音可以去感动每一个人，不要说每一个人啊，只要有一个人，我觉得那个是很大的一个力量，对，所以我很开心我身为歌手然后可以影响这些粉丝们。我们也很开心，谢谢。我们可以听见你唱这么多好听的歌给我们，谢谢。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傅凯生日是几月几号？那你们知不知道 Pop Radio 生日是几月几号？9月17，我们9/17也是 Pop Radio 生日。我每次只要去那个 Pop Radio， 都有种温暖的感觉，好像回到自己的家，想说每次都在帮我过生日，怎么好意思？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要帮你过生日？生日快乐！谢谢，用气球，不是用真的蛋糕，我很怕你们砸我。来来来来，9/17，来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一起唱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来，我们要拍一张吗？让我们现场的朋友拍一张，有没有？来站一下中间，让我们现场的朋友来一起拍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所有后面的朋友来一起来拍一张。来来来，跟我们的9/17跟 Pop Radio 一样是生日寿星的许傅凯一起来拍照。来，后面的朋友赶快举个爱心好不好？害羞的话记得把你们的爱心给举起来，祝福我们的许傅凯呢，每一天呢都开开心心的，健健康康才是最重要的，然后唱更多温暖的作品给大家。生日快乐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，谢谢。来来来，我们先让这个蛋糕来在这边。好，我们先对着它，真的许愿吗？对，好，先许第一个愿，希望现场所有每一个人，然后 Pop Radio 每一个员工，老板啊，巴拉巴拉很多的，就是加薪啊，加薪啊，然后重点大家都平安健康。然后第二个，希望我们 Pop Radio 的收听率永远是第一名，谢谢。谢谢。
谢谢谢谢，来，这个戴到就不是砸你的，好不好？让你可以收藏的，戴上戴上头是不是？真的假的？他应该是可以啦，我个人认为。哎呀，好专业哦，可爱的感觉。青春浪漫革命歌手代入，谢谢，很可爱耶，所以大家真的很专业，蛮可爱的，来来来，这是我们先收到后面去的，谢谢。刚刚呢，我们来祝福我们傅凯生日快乐以外，接下来有一个重责大人要交给你，好，因为我们今天呢是嘉年华会，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场有好多闯关的游戏？是。然后我们刚刚稍早呢，有很多人都已经慢慢去闯关了，所以我们先要抽出几位幸运的朋友，好，要请我们的傅凯，除了你刚刚许的愿一定会成真以外。接下来我们抽出了这几位幸运的朋友，要记得拿你的身份证哦，来我们的柜台来领取。第二阶段的抽奖，我们先抽出健康管理手环，两位幸运的朋友来监测我们的身体状况。这个叫做林雨桐，恭喜我们的林雨桐。再来一位哦，月玲，庄月玲，庄月玲，恭喜庄月玲。还来再一位 Seven 李卷。哦、oh, ，Seven 礼券，对，很实际的礼物、哦，来潘什么鱼？丝鱼丝吗？对对对，0909的朋友来，再来蓝牙耳机一个，哦，这个可以来听广播哈、哦。啊，谢谢这个字，很像福，姓简吗？是简吗？就那个。手机后三码是968啊，前四码是那个身份证后面的三码是096，你们自己去看一下。对，太为难我们了。蓝牙耳机，这位幸运的得主，来，护卫军蛋黄益生菌盒装组，一位幸运的朋友。哎，啊，同一个哎。哦，同一个。这样子是可以吗？不行，我们以一个为主就好了。好好好。对对对，来。哇，这个是五品鱼，对不对？恭喜五品鱼得到我们的蛋黄益生菌，在最后这一位幸运的得主立德清啊，这一定是男的。黄元仁，黄元仁，恭喜黄元仁，恭喜恭喜，掌声恭喜，谢谢。以上幸运的得主，希望是有我们所有的朋友里面其中几位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不是很舍不得我们的许富凯？大家今天带来的三首歌曲好听吗？我来帮大家来逼问一下，接下来傅凯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活动或公开行程呢？等下先回家睡觉，想要赶快好好休息。没有啦，其实后面会发生，会发自己的专辑。对，就在等啊。明年会有演唱会。对，就希望明年。明年期待在高雄，如果有空的话，就大家下来看一下。好，对，也祝福你，希望在居家不再遇到喇牙，然后呢，一切平安。谢谢，感恩，谢谢。好，我把交给那个叫什么名字？尚荣，尚荣是不是？对。他刚刚跟我说。啊，傅凯哥，我很开心见到你。你真的是我讲来就离我那么远，你可以来这边，来这边。他说我很开心见到你，我真的从小听你唱歌长大的。尖叫声大声一点。